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力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天津山姆超市，给大家拍一下牛肉的价格。现在是2022年的夏季，这是排队啊，排队的人。前方这边就是牛肉区，这是排队烤着吃的区。牛肋条69元一斤，这种整包的大概216元。骨刺肩胛肋条59元一斤，这种151元。澳洲牛肩59.9元一斤，这种226元。澳洲骨丝牛肋条109.8元一斤，澳洲腱子肉49元一斤，这种一斤左右。牛前胸49.8元一斤，都切碎了，没有整块的。这一盒3斤左右，152元。澳洲牛肉块39.9元一斤，骨刺牛肉块39.9元，这种。这牛肉块是哪儿的肉？你知道？那个我不太知道。他也没写哪个部位，一大整块。你可以问他工作人员，他们知道。USDA Choice 的级别，这个级别的肉，这边都是。美国骨刺肥牛火锅片49.8元一斤，这种比较肥，49.8元一斤。这一盒是2斤，不到2斤，0.96千克，95.71元。澳洲骨刺肥牛火锅片54.8元一斤，104，0.95千克，104元，比较肥。这边是美国的，这边是澳洲的，价格就差5块钱一斤，都是肥牛片。这边是上脑火锅片，65.9元，这个收。这上脑是涮着吃吗？都行。哦，这写火锅吗？哦。65.9元一斤，这个比较好，这个太肥了是吧？上脑的好，上脑的1.25千克，165.8元。那行，澳洲牛腱整包59.9元一斤，这边。不到4斤，126元。美国肩胛骨整包59元一斤，这种肩胛骨一小块，不到3斤，2斤多，151元。美国牛肋条69元一斤，这种216元，3斤多点儿。
一点多千克，原产地美国。小排烧烤片99.99元一斤。这一盒是186元，0.93千克。USDA Choice 级别。这是美国谷饲板腱牛排，96.8元一斤。这一盒是1000克，0.03千克，200.56元。澳洲谷饲板腱牛排96.8元一斤，这种1.15千克，223.8元。澳洲谷饲西冷牛排109元一斤，1000克，218元。美国谷饲牛小排219.8元一斤，这比较贵啊。这个是0.589千克，258.9元。上脑烧烤片55.9元一斤，这个便宜，1.39千克，156.2元。澳洲西冷烧烤片109元一斤。这一盒是0.895千克，195元。土耳其风情牛肉大串168元一盒，一盒是1000克，84一斤，168一千克。调味西冷牛排168，800克。这种，这个是调味盐肉牛排，198，800克，800克。澳洲谷饲碾肉129元一斤，0.91一千克，236元。这个是109元一斤，澳洲西冷牛排。0.91一千克，196元，澳洲西冷牛排，109元一斤。看着排队吃牛排，在这儿